看到人了吗？我看到蜘蛛了，蜘蛛过来了。这边先不要过去，这边先不要过去。所以真的有人吗？有人。阿金，你那黑曜石可以去挖，我等一下上去。先采蜘蛛丝都铲出来，都打出来了吗？我这边有三，我这边只有四个蜘蛛丝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。好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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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。可其实我没有见识哎。你还在挖，我还在挖。剑啊！没有，拿弓拿在手上吓人，他们就跑了。这边还有一些红石。挖铁。哦，我发现钻石了！天哪，超强运！哇塞！哇！我们队友都好猛啊！一二，交给你们了。四，哦，居然是被我捡到，糟糕！这样的话就找不到钻石了。OK 的 ，OK 的。我找到宝箱哎！排掉，我往前，我往前看。小心头上哦！金苹果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哇！可惜只有金而已，它不是附魔的。好，够了，够了。那我看到前面有蜘蛛。他过来了，你们怎么打蜘蛛了？我们没有打，我们逃，我们就不打。我被黏住了，不！挥剑的时候后退，手里不要，手里不要，手里，手里，手里。哦，我发现这，哦，就这里。好毒，好毒了！等一下，又有一只，又有一只，小心哦！天哪，我中毒了！对对，你们那边有毒蜘蛛。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还不止一只，不止一只！巧克力，居然！巧克力长出来了！你们怎么没有把洞堵起来？我刚有有有，我刚刚把它挖开。我刚刚，前面有钻石，前面有钻石。我知道，我吸起来，我吸起来。好，我要开始转播了，我进入转播状态。拜拜拜拜，没好，你要上去。天哪！对，我要开始转播了。不是啊，拜拜拜拜。巧克力，居然！巧克白，你那个要上去。OK， 我到上面频道去。对，你要祝我们好运。啊，巧克白！天哪，不是啊，他挖开就遭遇敌袭啦。我想说不要这么快，然后他都好快，太快了。而且我这边剩三格血了。假的，没关系，我这边资源，我这边资源很多啦。那我继续挖哦。然后我这边是没有怪了，我把它挡住了。可是。我也被困住了，我也被困，我也是被困住，因为巧克力挖开之后有四只巨毒蜘蛛啊！天哪！啊，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选错，没有选错啦，就是不够小心啊，就是这里的不够小心。真的，我觉得应该就让你弄就好了，让我用就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还蛮我没事啊，我安全为策啊。我只是听到他说有人，所以我也就下来了。不然我才不想下来嘞！我听到，我有看到有意思。我处理一下遗物，很我东西很杂乱啊。黄金是不是？黄金要铁镐。一定要那个如果苹果可以。好可怕哦！来硬的，我来做个铁镐来挖黄金了。你们那边战况如何？我这边没事啊，东西都还有。他巧克白身上的东西很多、啊。No， 我们其实还需要再上去挖苹果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冲。我们先汇合啦，这是我想法。我们先汇合啦。我已经有点难汇合了，我这边没办法挖开，因为挖开外面有毒蜘蛛。往上往右嘞？那就可以。对啊，往上往右。你们有做铁剑的吗？有，我有，我有。我身上装都还算可以。因为我把尸骨捡回来了。没关系。我们也少了一个队友了。是可以的。可以可以的。哎呀，双方都差不多啊。啊，都差不多。有人已经少两个队友了，哈基也死掉了，菜渣也死掉了。菜渣也挂了。对他们，他刚刚跟巧克白一起。哈哈哈哈哈。同时吗？哎，这样反而是那个黄队都满血。对，菜渣好，菜渣是被骷髅光。
盖住盖住盖住，不要让他过来，我看到骷髅弓箭手。还好还好我没有死掉，因为我们是我们两个才是有钻石的人啊。对啊，你们都死掉我就要哭了。应该要我那我下来就好，因为乔克牌一直没有跟我在同一个地方。天哪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边已经完全安全了。我先把这附近的矿物都拿走。有人跟我说我满血不可，但是我刚在为找钻石。对啊，而且再怎么样，好歹我也拿着一颗金苹果，我觉得也算是不划算。所以我要烧黄金。超级不划算哦，哪里划算呢？我就不划算，史上最不划算就是你啊！至少我没有死掉嘛。哎呦！真是太霸气了。好，那你那边可以挖到那个吗？我挖回来了，黑曜石。有水就可以做黑曜石，这边都有岩。干，古力帕，干，慢慢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古力帕不用怕。我把它堵起来，我把它堵起来，我把它堵起来。而且我可以跟人家汇合。我看到你的 ID， 这是谁？小燕，我看到小燕了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过去。我看到你们在我上面呢。在下面，在我们下面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红队已经快要灭亡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很好，我很棒。对，黄队到现在红队就是红丝口袋队，他们已经要 GG 了。他们已经少一个队员了，少两个队员了。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快死了，杀死了。我再回废矿一下，我知道路线怎么走，我来处理。好。看还有跳探坑就跟我走了，只是。要走，跟着我走是最安全的。那个，那我想办法往上挖好了。我继续在我那边看有没有挖的东西。好，我先处理一下这只苦力帕。欸，它不见了。欸，我刚刚阿静你的 ID 还……哦，你快点爆炸，你还好吗？我没有损半格而已。那我往你那边挖好了。好，自己注意啊。嗯，路过煤炭都挖一挖。往下挖，你往小燕，小燕那边。没有，我在挖煤炭。连到我这里了。我知道你在哪。我在11，在11。欸，糟糕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到很不妙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女巫哦。剧毒蜘蛛生怪砖。不要！绝对不要去！不要！去那里，不要去那里。没有，我把这边堵，我把那块整个堵起来了，不会影响到我们。我现在下来了，所以这里哈。对，这里，你要这边都是不要走这一区就好了。好，我没有要走，我只是要等一下回去而已。我挖到你们刚刚说的废矿了！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拜托你不要去！没有，我把洞堵起来，把洞堵。我要往另外一边挖，太可怕了。怎么爆麦了？你们铁够多吗？嗯，刚刚上面还不够，因为我们还要做那个铁针。重点是我刚刚挖到的地方是悬崖，拿到铁了。反正你有时候那个麦爆炸。那不是我的。那我做个水桶，等一下上去装水。对，你装水，然后就可以让我挖。帮我钻石搞给你啊，你等下自己处理。没关系，你拿。反正等一下都还是会在这里附近汇合吧。你知道怎么回去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回到你刚刚下来的地方，有一个好大的蜘蛛。小薇，拜托不要，跟我来，这里，我要钻石啊！可是附近很大的蜘蛛声呢、欸，我在想說你在哪里啊？我去陪你，你在哪里？对，有问题叫阿金就对了。上面右边。上面右往右边走，然后再往下，再直走。我看到有蜘蛛丝的地方，那是你吗？那就我挖好了，我挖，我小心一点就好。我先挖。小心，你不要小看这个自然界啊！对啊，我没有小看，我没有小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队员临死前说一句话是啊啊啊！哎、欸，可是真的很大声呢、欸。我有听到。那就凉。OK， 上面很 peace， 我有很多蜘蛛网哎、欸，
我可以让我们每人都有一把攻击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回去了，上面附近有人。等一下，这个飞矿坑是你探索的吗？小燕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飞矿坑没有探索？有可能是我看探索的、啊。你吗？你刚刚有探索，然后有一个熔炉跟一个工具台。应该是对。啊、哦、好，我走。多颗、嗯。很多颗吗？我还是不要逛这个废矿好了，不然因素太多了。那个、地面我不去喽，刚刚我在上面看到有人在闲晃。哦，好。这样子我们苹果金苹果有点少、啊，可能等下一个天亮吧。等下一个天亮。把汤挖一挖。我要离开这里。那个我有捞到水了，我现在下去。哎、啊，可是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甘蔗。有啊，没有甘蔗就没有纸哦。还是我还是再上去看看啊，小心一点就好。可是他哦，我好烦哦，因为我觉得他还蛮近的。有人挖到钻了，繁星。啊，外面刚一上来，外面就天黑了，也太衰了。我也在浪费时间。原来巧克力跟我挖到的遇到蜘蛛的地方是一样的。对啊，那边很可怕。哇，这样子我们还是没办法用附魔。我这边有那个钻石要给谁？还是你就先留着。对啊，我自己留着吗？放我身上吗？可以啊，对自己有自信一点。我，你要想想，你现在还伫立在这边，就比下面那些无敌圈呢。哇！无敌圈啊！哎，好哎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太好笑了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他的画面，我觉得超有趣的、欸。他也在废矿，被炸死啦！他也在废矿，我这么多人在废矿，因为就500格啊，其实很近。老皮第一次这么早GG耶、欸！哎、欸，他们蓝色队伍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好可怜啊！而且那一个人剩半个血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个人剩半个血，上怎么打、啊？我要吃个肉啊！奇怪，这里是刚刚看到蜘蛛的地方，小心一点好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吗？这里是11，不然我从11这边开废矿往横的挖好了。乔，你拿上去的时候顺便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离中心点很近吗？好，我现在先有点。哦，看错了吗？好好，我把这些东西都堵起来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呜呜呜呜呜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呵呵，他喷了一个。这附近这废矿真的很可怕哎、欸！我有挖到青金石啊！对，怎么了？怎么怎么怎么？我照着11挖挖开，直接看到剧毒蜘蛛的三怪箱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这里好危险哦！我快吓死了！啊、我们这里好危险哦！我要挖另外一边啊！为什么总觉得这里真的是四处危险啊？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好恐怖哦！我换另外一条。倒是线是哎、欸，线还不够哎，我都没有在打线。有也有，我有14个线，这样可以做工了。